听说白雪公主在逃跑，小红帽子担心大灰狼，听说疯帽喜欢爱丽丝，丑小鸭会变成白天鹅，听说彼得潘总长不大，此刻他有书信和魔法，听说森林里有糖果屋，灰姑娘丢了心爱的玻璃鞋，只有未知的河水知道，白雪是因为贪玩跑出了城堡，小红帽又建议自己变成了